哟，现在是动力in the house。现在要玩什么游戏？打地鼠。他会教你。没有，你教一下。他会教你。教你。Ready, go。跟腿有什么关系啊？跟腿目前没关系。也很棒。哇！你是手，也意识着修复着肌肉积压吧。这么厉害哦！哇哇哇！睡了。哇！反应这么快哦！哇塞！哇塞！适合我。快点！快点！哇！一次两个。很好。哇！厉害。哇，这赢不了了！哇，好累哦，又拉又……太强了，我是乱压。哇 ，Ready？ 你开始了哎，费力的那个，因为已经很好。也不错哎，厉害！哎呦，有加速 ，nice， 那是 nice。手臂力气扣紧，由右手碰进身体，再进行推压。哇塞，你真的是很强哎，哇！什么叫强？都乱打，乱按是啊。这个就是要乱打，小妹，手是有点酸，会酸，这边好酸哦，差一百，我是多少？9800。所以不用这样压嘛，不用压，开始压了就开始。糟糕，看不懂哎。中间就维持在中间，然后对，然后就往后。厉害呢，这里。然后再往左，再往右。很好，很好。对对对，中间。为什么都没有炸弹？这个为什么没有炸弹？很好。Nice。哎呦，危险！刚刚被炸了一次了。这一关很简单的演示，你感觉不是很难。七号。但是被炸到了两次。8500。Ready? OK， 要来了。Go！ 你一定要弯到底哦。要弯到底。回来。是这样啊。完蛋了。很好，就是这样。哇，很伸展呢。就是这样，很好。完蛋！七千多来，高啊！7800。你这里是多少？8500。这么厉害！获胜的是严俊宇。Yeah！ 运气。好，请坐。志颖哥，你要攻击星野的哪个部位？屁股好了啦，因为这个打肚子头有一点痛。好。是不是这个力道，这个才是那个3%的力量，就已经这么痛，更何况是肚子。好，还有一下。